再来，请各位帮我开启那个这个在范例档里面第5个单元里面，请你找到有关那个325这一题好了，因为前面基本上都用到 V 的函数啦，用到定义名称啦，用到 indirect 啦等等的尤其 V 的函数用的最多，你会发现几乎都用 V 的函数那这个 VLOOKUP 函数主要其实也就是有点像是把那个 Excel 当资料库来用啦，所以 VLOOKUP 函数主要是帮你做查询资料的。但是呢 ，Excel 有一些地方其实跟资料库又不一样，因为资料库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栏位内容啦这些都不能变动，可是 Excel 的话是可以变动的，而且它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OK， 不一定要像资料库一定要乖乖的，就是按照一个资料表，然后栏的位置一定要。那其实 Excel 是弹性比较大，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关系如果像刚刚前面用 VLOOKUP 函数可以解决，可是有一些资料呢，那没办法用 VLOOKUP 函数解决，也就是我要查资料，但是那个资料呢，其实它就不是跟刚刚一样的方法去排列资料的话，那我该怎么做？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就是再帮我开启325人事资料分栏这一题。那前面这一题我就先把它关掉了。那个问卷调查01这个原始档这个就把它关了。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话人事分栏这一题它主要呢要我们做哪些结果出来？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呢，主要分成左边跟右边。那左边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资料来源。那右边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的位置。那你可以看到啦，实际上这个从 D2 一直到 G9 这个范围呢，其实资料呢已经有了。那实际上呢，当然你可以把它 delete 掉。那为什么先给各位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说，我希望资料该怎么放，放的方式大概长这样，这个是最后完成的结果。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怎么来的，从这边来的，这个资料呢放在这里，这个资料呢放在这里，这个资料放这里，内部号码放这里。那你会发现第一个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第一个 B 栏是来源 ，D 到 G 栏是目的。那我们第一个是先要把栏这个储存格的东西放过来，所以呢可能前面还包含这个入职时间：，所以可能可以分2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是把资料放过去，第二阶段呢把：前面的资料包含：呢，把它去掉，留下我们要的结果。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其实第一个啦，纵向资料变成横向资料，怎么做比较快 ？OK 那当然方法很多啦其实几个函数都可以办得到，像 indirect 其实也可以啦，或者像 index， 还有像 offset 其实也可以。不过看起来index 可能相对会比较常用一些啦 ，OK 那怎么做啦？所以请各位待会先试试看。第一个动作的话，请各位先把这个 D2 到 G9 delete 掉。第二个的话，想想看有什么方式可以把资料带过来。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试试看用什么呢？用那个查阅与参照。那我刚刚讲过了其实有几个函数可以 ，index OK， indirect 也 OK， 那 offset 也可以。这边有一个叫 offset， offset 这边 OK 也可以，只是说哪一个会比较恰当一些会比较简单一些。那当然这几个方法你们都可以去试试看OK，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当然我刚刚有提过，你们都可以试试看就是说我是建议各位尽可能就是每个函数都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来如果每个函数你都可以做出来，表示你函数功力应该是够的了OK， 那只是说你最后再去选择说用哪一个函数会比较恰当一点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啊，用哪一个？我当然试过了啊，其实用 index 会比较一般，比较常用。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那首先，当然插入函数的地方哈，我们找到 index， 哦 ，i 开头的 index 这个，按确定之后的话哈，那当然它有两个条件了，我们选第一个哈，按确定。首先的话呢，其实 index 哦，其实 index 有点像是那个 VBA 里面那个 sales 物件。那它首先第一个是那个这个 array 的话指的是范围，哎，哪个范围哦？那我们范围就是从 B2。Ctrl Shift 向下到 B33， 这个就是我的资料来源。那第二个问题，他问你说，哎，那你要哪一列的资料啊？那当然呢，入职时间是在第一，哎，这个特别注意哦，这个列指的不是说外面这个列哦，不是第二列哦，是指的是这个范围哦，这个范围从 B2 开始。所以啊、哦、，B2 开始的话，那这个就第一列。所以啊、哦，这个是第一列。嘿。OK， 所以啊、哦，这边的话呢，只会有一栏了哈。那列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呢，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大概哈、哦、的一个结论就是，栏一定是有一栏，所以这个一定是一。范围呢也是固定的，所以这个可以把它锁起来，按 F4， 也就是这个固定范围。我们啊，然后呢，只有列的部分哦是会改变的，也就是第一次呢，这边是第一列，所以这边是一。哦，那入职时间嘛，按确定。那下一个的话，姓名的话，应该是假设啦，拿这个公式哦，复制过来。这边的话呢，应该变成什么？这边变成2。也就是说呢，哈，所有的这个公式里面哈，只有一个地方会改变，也就是 row number 啦。OK， 那 row number 怎么改变？基本上的话，就是这边是1、2、3、4、5、6、7、8、9、10、11、12，哎，所以你会发现哦，它基本上的单位的话，哈，基本上呢，它是以4啊、哦，有没有4栏当成是这个一列 ？OK 哈、哦，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1到4，好、哦，然后呢再下一个就是5到8。哎，所以有什么方式哦？如果我可以产生一个数字表格，这个数字表格哈、哦，如果可以帮我产生1到4的话，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产生的数字表格再带到 row number， 那基本上我就可以把资料带过来啦。那只是说要怎么样哈、哦，产生那个数字表格哦。这个数字表格我刚刚提到就是这边要是1到4，好，然后5到8，哎，所以呢。再来的话，我们会需要用到哈，参照的函数，插入函数里面有一个叫 column，column 是栏。当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哦，如果我里面不加任何的参考，它会抓到你现在在哪一栏。那我把它向右拉，哎，你会发现4、5、6、7。那如果我要得到是1、2、3、4的话，怎么做？很简单嘛，减3不就好了？4减掉3，那就1嘛。那向右拉，每个都减3。那就1、2、3、4，那如果你把它向下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全部都1、2、3，为什么？因为它只会去参照到栏的讯息，哎，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希望哈、哦，它可以怎么样呢？这一列哈、哦，不加上4的倍数，下一列呢开始哈、哦，我再去加上4的1倍，也就是呢，4的1倍变5、6、7、8。4的2倍变9、10、11、12，4的3倍13、14、15、16，哎，所以其实哦，我们可以再利用有一个函数，啊，有 column 嘛，顾名思义嘛，有栏，那就有列，列的话呢就是 row，ROW， 那列的讯息的话一样了哈、哦，按确定，你会发现它只会抓到你现在在哪一列，哎，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哎，我假设呢后面加上什么4的几倍的话。那我可以怎么把 row 哈？假设它现在这一列不要加4的任何倍数，所以把它现在是2嘛，所以减掉2。减掉2之后呢，记得哦，先把它减掉，外面先包个刮弧，然后再乘上4。4的话是4的几倍，哎，按打勾。那你会发现哦，这个公式加在这里向下填满。那你会发现，有没有这个如果加过来一加到加零，基本上没有变嘛，一二三还是1234嘛哈。如果加上4的一倍，那就5、6、7、8；加上4的两倍，那不就是90？所以其实只要把这个公式怎么样串到这个 column 后面，那不就可以产生我要的数字表格了吗？我们来试一下所以这个可以把它 delete 掉，然后把它串在后面加上4的几倍，所以这个自己打 row 打一个 row ROW 前括弧后括弧减掉2，就是减掉我自己所在的这个列，然后再乘上4的倍数啊，因为我每4栏做一个切割，所以呢乘上4啊。但未来如果你不同栏数，你可以做不同的切割，所以向右拉1234，那会不会变成到32哈？1到32，这多了往上拉。OK， 好。那这样的话，如果做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把这个公式再把它剪下来，插入到刚刚的那个 index， 然后范围就是 B2，Ctrl Shift 向下然后这个是选起来按 F4 好了。F4 的话就是前后自动帮你加前的符号，那你要自己手动加前也可以啦，选起来 F4 比较快然后呢哪一列？贴上就可以了，哪一栏？因为只有一栏，所以1就可以了。好，理论上应该这样按确定应该就可以把我们要的资料呢全部通通都抓过来了，然后再把这4栏选起来，快点2下，中间任何一条线，嘛 ，OK。所以有没有发现1234变成1234了？1234变1233，所以特别注意假设说以后你们因为当然了 ，raw data 有时候人家给你的资料就不是按照你要的规则去排列，那你要让它转个方向排列哇，那如果你假设不会用刚刚讲的 index 配合 column 跟 row 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当然有同学说，老师，那我会用一个方法转置，转置的话就是把比如这4栏。复制贴转置，但转个方向 OK。可是问题啊，这边总共有8个人，那你要假设你800个人，你不是要复制贴转置800次吗？8000个人，那你更久了。所以其实真的也不是好方法。所以 Ctrl C Ctrl V 真的都不是好方法，因为实在太没效率了。尤其现在资料量只会增加，大数据时代嘛OK， 那接下来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了。资料已经帮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要的位置了，所以一栏变成4栏，有点像分割资料的味道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什么冒号后面的资料怎么样把它去掉不，前面的资料去掉？那当然方法很多啦，我最早想到的就是用那个 find 什么 find 冒号加，也就有点像之前我们练习的那个范例，有没有？然后呢，把后面就是留下来。可是后来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就是说刚好前面栏位名称跟上面栏位名称其实是有关联性的，也就是上面栏位名称假设4个字，这边也是4个字，这边2个字，这边也2个字。所以呢，我们干脆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我拿这个数字怎么样？加1个字，加2个字，这个就是我要的资料开头的位置。那后面的资料如果全部要的话，那我把它取出来，那不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第一阶段把资料呢先放过来。好，那我们用了总共有几个函数啊？1、2、3个函数试试看画面先停止共用一下